我们今天这个会晤有很多非常好的嘉宾专家，为你们介绍问题。我们这里有 Bertrand de la Chapelle，是网络的关系圈政策网络执行，同时他要当主持人，然后你们也可以直接向发言人提问题。我们会有三个部分的会议。首先，我们会介绍网络主权、数字主权，然后我们会说碎片化，然后会介绍这个碎片化设计基础介绍的问题。现在把话权给主持人 Bertrand de la Chapelle，非常感谢 Jennifer。我很高兴今天作为主持人，也很高兴有124个参与人。然后我看这个名单，有很多好朋友，很高兴看到您。首先我介绍一下，我可以说这个词汇是有重要性的，有的词。它含有很强的情绪意义，特别是在这个高级别原则上，主权这个词就是这样。网络它涉及到各个国家的爱好感、国民感，然后这是国民他可以执行自己的决定力，然后我们。现在有一定的基础，最重要的这个职权的含义是国家的独立和平衡。但是呢，它会有其他含义，冲突打仗，意思是这个主权的意思是富有含义。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之内。因为网络是扩进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要必须划分我们的主权。现在我们的合作属于跨国的合作，这个划分，它不只是要就是安排给或者分配给国家，但是也要分配给企业、学术界。国际组织的协会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与管辖权政策网络组织报告说，我们据预测，这种跨国的竞争可以提高。最近未来可以提高，我们缺乏没有足够的国家间的合作。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这个数字主权这个词非常时尚。当然有很多人或者机构使用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它很有矛盾性。因为我们经常不知道所含的意思，我已经说这个词含有非常重要的这个重量，所以要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词，我们必须注意好它的意思。因此呢，今天的这个会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数字画圈是。对所有的问题一个解决方案吗？当然，我们今天只有90分的时间，所以我们无法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希望开会后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主权的意思，然后可以更好的了解，每个当事人的权利地位。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规定
原则，如何执行，如何落实，这个网络的原则。然后5个当事人培养的角色是什么？国家、企业、个人。所以现在我们会把我们的回忆分成3个部分。所以我们一步一步介绍这个主权，然后内容的碎片，然后这个互动互联互通，包括这个技术层的问题。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有非常好的发言人。我无论看参与人或者发言人的名单，我就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知识，我们的知识级别非常有信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回答2、3个问题。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发送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就是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些题目，或者你们对一些题目有自己的看法，这些题目，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更好了解对方，不是更好介绍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般情况下会议后可以做报告，然后把您的问题包括在报告这个内容内。这个 Q&A 是在会议后也可以继续，我可以监督这个过程。所以我建议下一步我们开始自己讨论我们的主题。所以我首先提2个问题。第一个很简单，和我们的主题有关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就是这个数字主权是问题，还是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是问题的一部分？另一个问题是，数字主权，的意思，对大家非常清楚。你们同意，大概的同意，有点同意，不同意。你们有这样的选项，请各位就是填写自己的回答，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这个群体的现在的气氛，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了解。所以我给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好好思考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如果可以看到这些最初的问题，你们怎么看？这个可以对我们后来的讨论非常有助，也可以成为一个启发点。技术人员，请你们说是否大家已经发送过自己的回答，还是还要等候？现在已经有70%的人做了回复，非常好。所以我再说一遍，你可以通过前些你的回答和我们沟通。当然你可以现在看到这些人，我们最近在波兰已经开始了一些活动。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和所可以看得见的人，或者是和发言人沟通。好，是否要分享这个结果？这是结果的报告。
我觉得，好像和我所预测差不多，就是大部分的人，他觉得这个数字化同时是一个不问题的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部分成分。然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大部分的人的感觉是，这个还是不明确的一个意思，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的会议的第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说这个基本的概念，明确性，是不确定的，所以呢，我从 Rudolf 开始，他是德国，经济部的代表，经济部和这个通信部代表，所以你可以说到，知道我们这里的问题是这个数据的主权。欧文委员会，它是加强这个数字主权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数据的主权，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单独的一个概念。你如何看？我们这里有两个目标，你如何可以，看怎么做？大家好，这里，你好。首先，我想祝贺 Bertrand 以及所有其他的 Jennifer 其他的同事组织今天的会议。我也非常高兴有这么大量的参与者，100多参与者，跟昨天开幕式的参与者数量差不多。这已经很明确可以看到，今天谈的话题特别重要。在我们进行投票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这是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还是不是？我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当时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在每一个部分都有人为自由争斗。这些自由争斗者对对方来说是恐怖分子，所以说数字主权这是一个有类似的现象，其本意是决定由谁来看，谁来评估，这是我们维护的价值，还是我们对我们的制度，互联网的制度带来风险。这个比较在我们德国和以及其他的地区，我们所在的比较窄的空间，就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果断的在德国、在欧洲有一种可能，可以自主在数字经济空间中可以自主。我们希望不仅作为德国人，还有的我们企业、我们的研究机关、社会、公民社会，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能有能力控制我们自己的数据技术。此外，包括新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希望，和需求。我们在欧洲，我们是一个自由的贸易和数据交流的地区，我们在推行这种的做法，这种模式。在说主权，我们不是讲保护主义，我们也。不是自以为例的概念，我们是想要避免创造一些孤岛，
在大型广泛意义上地区之间的隔阂。那我们怎么能达到这种情况？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像我刚才说的目标，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镜子看，我们需要具备相当的潜力，我们想要在这个讨论中做担任领先的位置，那我们不是要创造一些隔阂鸿沟，不是要让别人比我们穷，不是要破坏网络，我们共同建造的网络，我们要改善这个网络。所以我们在欧洲就是要更好的做，比过去来比更好的做。所以我们看待对数据的战略，我们看我们的人力资源，建造我们的潜力。在各个欧洲国家范围内，我们在执行各种研究项目，我们努力连接所存在的机构，在此基础上创造欧洲规模的云，特别是在这个数据范围内，通过合作，通过共同的执行，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的结果。如果我可以回到您刚才说的一个事情，Gaia X 这个项目，这个是跟数据定位有什么关系？这个空间是什么样的空间？将来在这个里面会执行重要的活动，是不是？实际上这不是数据定位，这不是这个项目的本意，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说不仅是欧洲的企业，还有其他地区的企业，不是这样。我们说的是要利用欧洲所存在的现在隐蔽的资源，这些资源比如说在各种的研究机关，中小企业或者大型企业都存在。那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每个单位都要分享，都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可以享受所收集的资源，其他单位共享的数据。那这样说起来，如果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看成是有点跟定位这个概念有关系，因为 Gaia X 这个项目应该遵守规则和法律规定，欧洲在隐私和产权保护这些规定，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这个欧洲和控制的这个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要做成封闭形式的，我们想启动一种有一种中心控制单位，会帮助我们开始收集数据的作业。如果我理解是对的，那我们这里面有一部分分享数据的这个因素，当然也有一些约束，有关数据保存的约束。非常感谢您您的介绍。接下来是我想介绍的下一位发言者是 Paul Mitchell， 他代表微软公司。微软公司作为到至今所做的数据定位一些技术的参与者，我想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数据定位是否有意义，是否应该有意义，以及
是否我们可以忠实，可以把握这个方面？这些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是可能可以，有时候可以这么回答。我觉得这个数据的主权就是主权和数据的现实。如果我们回来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个数字大世界现状是最主要的东西可以交换，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不可以不给他人分享。比方说我有一个数据，你有一个信息，我们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如果我有一个物理一个物质东西，比方说一块木，我可以使用它，但是您不能同时使用这块木头。所以我觉得我们网络或者数字化，它是改变我们对现实的了解，国家也好，或者企业像微软公司也好，我们在这个主权方面必须注意。数据它是受规划的法律的限制，我们被要求披露一些美国以外的数据，像爱尔兰所在的数据，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最重要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我们把这个信息转移到云中，所以呢，美国应对方法是立法，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法律，现在我们有非常具体的规范，哪一个机关可以要求公司或者其他单位披露所有的信息。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的这个现状是前所无有的，以前的解决方案现在无法使用，因此呢，我们有很多立法冲突，很大的挑战是我们的互联网界如何规划我们普通的这个态度或者了解问题的了解。我们刚才说主权的问题，当然主权同时是问题的一个部分，一个组成成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成分。互联网和其他这个现实都一样，我觉得不应该集中于这个主权的这个概念上。我们刚好就是的导向是我们的，我要考虑我们如何能够促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更好的了解，如果是物理的资源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我有一个意见，就是资源不缺是一个问题。我们数据交换，就是说我们的基本的合作的基础，但是还有另一个方面，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地区或者区域主权，因此我说这个信息的所在位置是否是重要的问题，或者这是一个附加值。是实践上如果我们说数据，那我们觉得他们的所在地不是很重要。微软公司它在世界各地有自己的工作中心，所以所有的这个云的
运营商他们也把信息存储在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可以访问这些数据，因此呢这个可以生成特别复杂的问题，随时这个处理信息的管理上对普通的网络的这个部分所连接的部分，所以有这个管辖权，管理管辖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它使我们以不一样的看法看这些数据的管理，数据的越多，数据量越大，数据越宝贵。如果我们看这个人造智能普通的教育方式，我们的数据库越大，我们的教育或者这个人造智能学习时间越快，这种新的方式和原来的方式不一样。过去我们愿意就是在运之前，我们以为最重要的是就是数据自由交换，现在我们有普通的了解，比方说像一个自由区港口，我们可以看这个窗口是从一直穿装卸货物的一个地方，但是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模型，过去一些资源是不缺的，但是现在的这些这个数据的资源是有和这个有所不同。我觉得是你所强调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了解之内有这种普通的思考，而且要好好了解数据和一般的传统的资源是有所不同。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在准备会议之前，你们说这个防碎片化的一个现象，好像微软有一种隐私保护政策，像欧洲就是实现的个人资料保护原则，但是你们是在世界上做这种保护，是我们对普通的数据进行这种保护，无论是个人资料或者是经济性资料，我们都要保护，特别是国民的私隐权。软件公司对不起，微软公司他已经开始对所有的微软公司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在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我们鼓励大家实行一些新的联盟上的法律，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有50个州有普通的相关法律，这是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因此呢，我们认为隐私保护数据隐私保护是特别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说碎片化，我们还有另一种去想，因为我们经常也说协调这个概念，协调方面也是包括信息保护的这个方面。有一个人说 Michael， 他说主权不是唯一的主体，数字主权不是唯一的不明确的主体，有很多相关的讨论，因为确实这个概念到现在是不明确的。另外还有一个人提出意见说，
我们可能的目标是，我们对数字这个族群可以达成意见。 我觉得这个云的这个服务就是大概的这个情况。我想要强调一些，我们每个人有一定的时间。现在我想要求阿苏卡女士，她代表这个太阳区。我知道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 吞云锅会有不同的了解，所以你不可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意见。但是我想问你，亚洲不同的国家怎么了解这个网络的这个概念？我们是否足够的考虑他们的看法，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特别是小岛？非常感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以人为中心，但是这个还要增加一个信任的因素，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的因素。我想说，再补充一下，Paul的话，有关于数据分享的意义以及所带来的机遇和新的可能，在亚太地区 ，ITU。 包括三十八个国家，占60%的人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任务是将集中在这些人口上，在亚太地区有许多人群，所以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使用互联网的等等方面。 在这个地区，我们做进步。如果人们可以上网，他们会做什么呢？很多人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各种各样的平台，在一次同时，给他们取得很多机会，也有很多机会进行电子商务。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与国际的价值链加入这个国际价值链，在进行连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利益，包括教育、卫生和就业。网络以及网络的访问权，以及所共享的数据，让我们改变人的生活，以及。 以及改变社会的状况在亚太地区中，包括这些国家，这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他们比较封闭，以及正在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位于小岛上。但是我同意，数据主权是一个非常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些规则和规定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他们初次能上网，他们会知道他们的数据也会以透明的方式来加工和使用，他们会知道他们所创造的数据和分享的数据的未来使用方式。 那由于现在特别动态的趋势，在亚太地区中，人们开始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他们创造的数据的重要性。所以，在各个国家的范围内，越来越有越来越高的意识。虽然如此，我们还没有一个广泛的讨论，但是我们很快就会达到这个程度。 这种情况，创造更复杂性的情况，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意识到或者充分的参与国际的讨论。我们会以后进一步讨论。在您说，比如说政策情况了解以及参与，对，这也涉及到政策的了解以及。 有关详细的隐私保护政策，
这种政策有的地方正在推行，但是有的国家还没有。所以考虑到这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挑战，这是一种挑战，让我们参与的国家全部投入，在一些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我们会帮助他们更有效的加入。通过与互联网连接会创造更多的机会。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意义在我们的讨论中是信任，为了创造信任，以及在电子空间中的安全，我们向参与的国家提供支持，保护儿童的保护和电子安全方面，以及技能经验，在我们的国家中都提供这样的支持，以应对所出现的所面临的条件。是，这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件事情，也在这个概念的背景下是定位。是否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是反过来说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因素，或者应该有比较大的国家能达到或者已经具备许多这方面的能力，或许是这种数据定位会帮助小国家或者小单位小企业，或者反而会增加大型企业的地位。非常感谢阿苏克女士。现在有请其他地区的代表人，来自非洲 Alison Gilvold。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有关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非洲。我们在非洲不同国家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程度，包括互联网的设施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标准，在所有非洲国家都不一样。我正在思考，因为以前已经提到了，我们好像数据主权是一个控制以及推行保护和措施的一个因素。我们已经涉及到定位的因素。是，我觉得这个信息的所在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非洲国家希望他们的立场可以被听取，特别是因为非洲国家它缺乏相关的基础设施，所以它不可能做大数据的中心，也不能使用这些中心这些数据。但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信息的所在地重组地是这个概念是是这些因为政治的原因希望监控这些信息的国家。所以我觉得信息的重组所在地它和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关，或者工业化有关，当然它和我们的主权也有关，它也涉及到我们的管辖权。我觉得有的国家如果它有权代表自己的文明，这是非常敏感的一个因素。有些国家在国内需要控制一些信息，目的是为了监控自己的公民，影响他们的权利。因此呢，有的时候，有些权利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问题，就是不考虑政治问题，我们只看这个合法学，
我们可以了解数据现在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资源，有价值的资源。国家它有义务把这个价值扩大到最可能的高度。我们觉得如果有一些就是孤岛信息的孤岛，我们可以考虑如果要互相连接，要考虑私营或者等等意思。但是我们可以说数据是一种资源，但是同时呢，国家或者政府经常提及这些信息所在地的问题。确实一些信息的缺乏可以说是人造的，因为如果信息被视为公共价值，是另一种情况。现在私有公司可以控制一些信息，有很多人可以使用这些信息，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同的国家的政府完全放弃他们的义务，就是监管信息的义务。Paul 今天说数据集中于一个单位中，这样我们可以防止竞争，这是不能允许的现象。因为有些国家它有需要，它以往可以在全球上进行交流，但是现在他们无法。所以我们首先想要在国内提供这个数字机会，数字商机。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的原则，国际的系统，允许我们把这个数据运输到国外。你说国际，一说国际，很多人觉得很敏感。我觉得扩境是比较合适的。我就是说比国家比主权国家大一点的一个地区。对，我们可以说超民族的，这些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词语。我觉得这些是非常专业的题目，可能需要另一个会议可以讨论。这些方面都是主要，我觉得社会的方面、经济的方面，数据它不只是有经济的价值，它有其他价值。我现在问 Alisa， 你是一个主持人。IATF 的一个主持人，你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协议它不看所在地，它不属于一个国家的，它是无际的。因此呢，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大家连接，五分连接。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把一些和地理有关的因素包括在我们思考里，然后我们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数字弹性。非常好的问题，非常感谢。我觉得互联网设计的时候是要基本的原则是要鼓励互通合理，这是最初的一个重要的目标。WISES 这个活动在全球上就是想要执行这个重要目标。我们的技术设计和发展的时候也要维持这个目标。我们想要包括越来越多的普通的设备能够连接。而且呢，我们不可能想把所发展的技术适应一些各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单位，同时呢的需要，同时呢其他目标也有。如果说数字主权，如果说这个技术设计的时候，我们当然有一些限制。我们的目标是提高网络的效率，提高客户的体验，跟无缝的使他们连接，提高安全，提高隐私权，使网络设置更加容易，然后机械化，网络的机械化，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公司，就是这行业的公司所想要执行的目标。如果我们在一个地点一个区区只能有一个规定的这个连接的数量，然后我们很难连接其他地方。如果我们看那个安全，我们看我如何看现有的基础设施，当然有一些限制，我们想要知道这个要素这个 key 是怎么使用，给谁使用。所以我们步骤的不断的改善我们设计网络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忽略一些新的因素。我们是承认这个现象，网络是不断的在发展。我们这里有一部分以前已经提到的一个方面，也是值得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很详细的探讨，就是潜力之间的区别，来使用所得到的数据，以及这个数据的复制的任务的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思考。阿丽莎还说的话是关于我们不是要单方面正如也是 Rudolf 先生所说的单方面进行保护，特别是个人信息保护保障控制和改善使用这些数据的措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在某程度上也是涉及到数字主权。Alison 所说的也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约束，这个话题我们以后也会回到在我们的会议的最后部分。现在我想现在的部分做一个完毕。詹穆莱是互联网的一个创始人中之一，他也是一个参与 ICANN 工作的参与者。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已经有点脱离国际构架的这个概念，在上次的讨论也出现了另一些话题，比如说各个国家政府的优先事项，包括国内的框架，为了能与其他的国际框架合作，在我们解决这些技术方面问题之前，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是，正是我们所知道，我们发展互联网，当然我们有意识的我们需要记住在考虑到国内和国家边界这些要素好像 That was a
首次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创造了一个国际的空间，这就是互联网。我们需要记住，在同时，记住数字信息，数据，在各个方面都适用。如果我们说数据的治理，我们会再创造一些类似的数据，他们的位置是到处无处不在。另一个因素就是加密的技术，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保护数据的方式。在如果使用这些技术，数据定位就不造成任何问题。如果没有国家边界，我们就推出了完全新的一个叫做数字空间。另一个方面是使用国际通讯，根据各个国家的使用方式，那我们要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家空间与全球空间之间的区别，就是通过创造互联网而创造的国际空间。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在考虑，我们以为政府是一个利益相关者。我们在 ICON 创立 ICON 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那现在利益相关者是政府或者各个国家的政府。接下来有这些供应商、服务单位，以及提供这个全球空间的机构。接下来，由于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已经出现了。我们意识到了，互联网是为大家，所以30年过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是所有的公民的事情的一步，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保护。此刻有比较担忧这个数字的空间，也许是在2001年出现的风险，比如说在美国当时出现的这个事件。接下来政府开始与两个途径开始思考，包括这个经济的方面。这是两个国家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这些方面是很大的要政府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这两个方面。我们从第一个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来到现在已经通过演变的现在的状态，基本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这个关系是每一个国家应该有责任对安全、信任以及互联网的空间，包括数据透明度。包容性等等，这是各个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国际之间的关系也是每个政府应该比较透明的和共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但是这个在不同的地区都会出现。这是我说到的法律的变化，规则的变化，国内各个国家国内所实行的变化，我们需要以国家国内操作，也需要保护国际关系。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君，我非常坚信大家都能同感，都比较不满，需要切断每个发言者的话，因为我有时间约束。
非常感谢您的看法。现在我们关闭第一部分，就是有关数据的部分。现在要开始，从 Paul 提出的问题，再开始第二部分。先要听一下 Paul 的问题。Paul， 可不可以请你开始投票？请启动投票程序。里面有问题，我还有一个看法，一会儿要介绍。请启动投票。这是第一个投票，我想启动第二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涉及到不同的网络上的非法行为。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选择自己觉得最合适的答案。现在有一点时间可以提出看法。在聊天室有很多评论，很有意思的看法是，针对概念，针对数据保护。是否个人信息保护作为人自主的主权的部分，这是非常好的讨论。瑞士政府最近进行了相关的讨论，还有一个看法，还有一个评论，谁在关注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区别？在我们讨论数据主权，最经常我们说个人信息数据，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部分也是与其他数据类型有关，比如说产业数据。还有一个评论，聊天室出现的评论是跟让我们注意到有一些约束，政府推行的约束，以及有一些控制的机制，有关所储存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原来应该可以共同使用。我们看一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70%多的参与者相信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国际合作，这可能比刚才说的水平低，但是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这是我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也是包括法律的一些方面。现在我想开始我们会议的第二部分。我想说正在进行许多讨论，有关虚假信息，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涉及到互联网空间中的安全，滥用，我们需要再思考。我还想说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不同的造成危害的内容的比率是比较低的，不超过1%，在网络上所出现的信息。但是由于这个信息的总数是非常大的，这是万千亿的信息数量，每年比如说在单一个平台都会出现。所以这里有一个，虽然这些虚假信息是总数量是比较小的，但是他们还会大量出现。所以这些都是挑战，谁来制定规则？有很多趋势。我想有请 Alison 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能够共同万千
十几亿的互联网，共同使用互联网，他们对规则、对规定有不同的看待。比如说，非洲也有不同的法治系统、宗教系统，还有很多敏感的关系。所以在非洲，像这样的讨论是如何的进行的？是否有这样非洲规模的讨论？ 比如说，包括细节信息或者造成危害的信息，这些大型的平台，他们是如何协调、如何操作的？非常感谢。我认为，我们需要基本的改变，就是通信改变，沟通的这个作风改变。 现在我们不只是要求对这个内容的国内的有新的规律，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个投诉的系统，或者可以有积极性的一些有关内容、有关那个词语所使用的词语的或者语言表中的一些规范。我不说这个，因为现在原有的这个秩序。 已经不存在。现在我们有新的标准化系统，是目前为止是区域内的一些协议或也好，或者是合同也好，我们有非洲联盟之内的各种各样的县长，针对信息的保障。 当然，看起来它是完全和国际的县长也有关，但是我觉得至少需要在国内的有这样的一个县长。但是我觉得现在只有5到12个非洲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些协议，而且它并不能在国内得到执行，所以。 全球上的，可以说我们的立场是同意的。当时它是基于人权宣告，但是实际上它还没有在一些世界的地区得到落实。因为有些国家它并不管这个数字的发展，当然他们愿意。 扩展自己的经济贸易，要一定的进步，但是，同步他想要保持自己的这个控制权，所以呢，情况比较复杂。区域内我们可以协调，这也比较难。但是在这个国际上，我觉得我们已经开始相关的工作，我们也有一定的法律的框架。 使我们能够管理这些民族性难题或者是内容。实际上，这些信息的本身它没有什么歧视性。如果我们开始滥用这些信息，才是问题，才是冲突的原因。有的国家他们的宪法。 是非常有限制性的，它可以去避免或者禁止，抽象这个言论或者有其他保护内容的一些规定。有的时候这些滥用是可以看到在非洲，从外面看到非洲可以有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 各种各样的地区有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 Data Analytica 的这个公司的问题并不是在非洲，所以可以说，实际上一些框架已经是存在的，危害、有害内容，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反应措施，我们也可以执行一些这个机制。 你怎么看？非洲单位，我不说我国家，我也说民间企业。
我觉得欧洲的法律应该就是规定公司运营上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对他就是加以太大的负担。我觉得我们所提交的就是德国国内的解决方案是比较平衡的，我们的经验也是显示是这样，因为这个解决方案已经做了实验，所以它是有效，得到有效的执行。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给你们具体解释。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加以什么新的义务给运营商，都是基于现有的现实性的德国刑事法典，没有任何其他新的规定，所以实际上我们都是充分的利用现有的立法。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 SEG 就是一个我们都可以模仿的一个良好规范。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时间快要到头到位。对不起 Paul Mitchell， 我想把一个问题专门给你，特别是在这个伪装的内容，因为你们和这个地位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必须开始我们的讨论，非常抱歉这个讨论时间很短。我们有俄罗斯的 Godeslavsky 先生，他是代表政府方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过去 Alison 已经说一个方面的决定可以影响到其他领域，特别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国家一个就是已经执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规这个规定，如果有些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法律，这个国内的法律对信息进行这个本地化，至少在俄罗斯这个执行是可能的，你能否简单的告诉我对这个信息的定位化或者是本地化的这个理由，这种规定的理由。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感谢德拉沙贝先生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有几句话想说介绍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对这个信任的说明。我刚才听取你们的论坛，我首先想要赞成这些说信任是通过使用同一方法而得到的。然后我们说一些服务的在俄罗斯的关闭，被关闭，我觉得我们只有一个案例，有一个案例在俄罗斯被关闭，原因是他们的对信息管理的程序是不合格的，所以大部分我们的规定是对要求 LinkedIn 这个公司它没有遵守俄罗斯的法律，这是唯一的理由，因此呢 LinkedIn 无法在俄罗斯运行。
然后其他确实我们有和政府方面的一些冲突，两分钟之内我只能告诉大家俄罗斯这个信任方面，信任这个状态，我们的工作，我们努力是什么。 在俄罗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当然，在俄罗斯数字化也是非常重要的。2004年，我们已经有相关的文书，然后现在大部分的服务已经可以在线享受。 我们的国家，没有翻译，对不起，因为，对不起，那我会说，因为部分语言没有翻译。如果我们说投资，就是。俄罗斯政府对这个信任，是完全做投入。我们已经有好几年那个非常好用心的系统，我们已经有大量意见。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合格的情况，比方说路上。 我们可以举报，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或者是上网，或者通过短消息或者其他方式，联系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有很快的应对措施。主管机关它可以改善情况，我们还有大概的20万这种。跳子，就是每个月的数量，全世界的人，他可以向政府报告一些问题，或者是提出意见。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今年在疫情下，它有很多好处。这种直接和国民的沟通。 是帮我们打击虚假信息、一些谣言，当然国内的都有和其他地区一样的内容的谣言。我们另外已经组织了很大的，就是政府对一些帖子做回答的，就是。 很简单的回答的一个系统，比方是有省长或者一些领导、区域领导，做回复。他们的回复是完全公共的，给大家的，就是公选的很多人，像领导他们开始每个月一次。 参加宣誓的短片沟通，所以可以说我们有不少投资，也有付出很多努力。因为我们就是非常遵守这种信用，因此呢，我们有这种新的情况。 人家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么快的数字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要做一个信任的一个数值指数？比方说一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指数，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算法。 然后这个可以使用在一个标准化的平台上。我不知道你对您的回答是否。
不够的，然后非常抱歉，我是用了俄罗斯回答。非常感谢您，所表达的内容，非常感谢你的发言。现在，如果我们说合作将允许我们以正确的方式识别用户，这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这是一个组成部分，各种单位之间合作的组成部分。怎么区分各个单位之间的角色？这个也是一个话题。但是各种利益相关者可以共同执行一些危害信息造成的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要共同合作还是分开合作，这个要看每个单位的意愿。我还想加上一个因素，因为我问了有一些没有依据的结果和后果，在俄罗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到国际的平台，因为有一些影响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有关RODO信息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有的平台，比如说在美国，不收到这些约束，他们不需要遵守RODO这个程序。所以，如果我们要结合这些各个的部块，就像阿里松所说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否则我们会有一些非常分开的独立的平台。非常感谢大家，我现在需要总结一下。我们回忆，有请最后现在先想邀请大家进行最后一次投票。接下来，我们将现在已经显示好了。问题：是否数字政策应该考虑到互联网的技术限制？是否各位赞成在各位投票的时候，在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想请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一种区别或者区分在有关碎片的讨论，以及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有关，就是主要华为等中国的推行的IP 政策。我知道 ITA 不会做出一个果断的在这方面的表达，但是现在的讨论的进程是什么样的？新的 IP 有不同的国家如何的反应？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风险？我是从整个社群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您。这也是涉及到第二个投票，就是不足够的合作，国际合作。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询问了我的同事们，这个新 IP 的建议会影响到将来的网络，是 China Mobile 和华为推出的。在报告的组织2011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个事情是在标准化讨论上正在进行的，有一些已经推出的有关这个建议的行动已经让我们发一个共同的工作组 ITU 的共同的意见。我们有若干的工作组研究集团在考虑界面和基础设施和政策之间的关系。
这些工作小组未来行动的工作小组 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在某一时间就公布了共同的意见。数字主权以及数据的本地化不仅是涉及到新 IP， 还有一些不同的工作小组做这个比较广泛的话题的一些部分，比如说标准化未来的网络等等。我们已经讲到这个信任对数据使用的信任知识城市技术等等。但是我还想说，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时间详细的讲说这些工作小组的结论，但是有一种空间在国际平台上，我们可以共享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及看法有关也是在 ITU 范围内。我想鼓励大家所有的参与者加入这些讨论为了能够确定一些国际规范。我们认为现在缺少这些规范。非常感谢您。肯定这是一个话题，我不能忽略，我们需要记住这个话题并继续关注。现在我想请爱丽丝，请你大概介绍一下你对此的看法，特别是你说了，刚才说了，在我们进行有关新 IP 的讨论，这你会想起来一些你面对的一些挑战，或者整个社会面对的挑战跟 IPv4 换成新的 IP 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这些变化比较重大，有可能需要完全执行。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大家能听到我吗？能听到，他就听不到我。Alisa 的，有的人能听到，有的人听不到，我们能听到。Bertrand 听不到，奇怪。大家都能听到 Alisa， 参与者能听到。只有 Bertrand 听不到，有意思。这就是碎片化的现象。那好，那我想能听到我的人说 ，IP 是一个。确实不想看到进一步碎片化的领域。我们有一套比较关键的设施，保证网络的互通性和一体化，是全球的机制和系统。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在 IP 层次进行完全协调，让数据以及连接能顺畅在全世界进行。如果要创造与一些不兼容的机制，消除我们以前所做的努力连接所有的设备和网络，这个应该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这个是应该做的。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原因来做这种变化。以前已经提到了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以及技术，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没有足够的原因一个新的碎片化。像刚才 Bertrand 已经说到的，我们有一些经验，有很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多年以内
让 IPv6 成功的推行，保证兼容性。全球的努力，全球工程师的努力，就是要保证IPv6， 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保证IPv4 和 IPv6 之间的互通性。非常感谢阿里森。大家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听到？好像我就是我这方面，我这边出现了问题，我听不到一些发言者。那么我还是能，最后还是能提到阿丽莎的话。确实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在提到隔阂和障碍，和一些投资的原因或者系统转型的时候，我想还是遵守一些规矩。还有接下来的一会儿有接下来的会议，所以我向大家抱歉，特别是没有机会提出意见的参与者，我还想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是否可以有的国家进行评价，对自己决定的评价，或者如何影响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社会和社群，在我们说和隐私政策是否会影响到和经济，或者有和之类的影响，或者影响到人权，这些和影响的和评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有责任性的和各种单位的行为。作为结束，我想说，我觉得非常满意。谢谢大家，谢谢显示投票的结果。这个投票在进行评论的时候进行的，大部分的人赞成。要遵守网络的设计框架，不同的社群界面和需要加强这个结合，因为我们在所在的空间，这些所有的单位和机构能看到。我也觉得非常震撼，对在聊天室进行的评论。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们会非常努力进行结合，加入我们的讨论中。作为结束，我想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如以前已经说到的，在影响评估方面，我不会详细的说。如果大家知道 Kant 哲学家的一些看法，他就用一种概念，如果在政治方面，比如说政府或者国家或者企业单位，或者和公民社会进行一个行动，他们对自己会提出一个问题：是否我希望其他的国家或者社会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你回答是对，那可能这个行动是正确的；如果说不，那可能这个行动只对你本身有利，但是对其他的是有害。这是一个建议，值得思考。第二个事情，我希望本次会议在进行过程中我希望大家对数字主权的理解跟我的是一样的，就是如何数字主权在数字时代是怎么创造的。这个是很广泛的话题，有很多概念，比如说跨国家边界的行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很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讨论对话进行思考，没有这些讨论，只能做出一些单方面的决定和决策，对其他的相关者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我很高兴的看到我们参与者还有说到，治理不同的法律框架是一个很复杂的
问题比创造这些框架还复杂。第二个Kofi Annan 2004年他说到在创造治理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治理，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创造性。就是还有最后一个话，这是 Lina Ostrom 曾经所说的话，他是诺贝尔获奖者，经济诺贝尔获奖者。他所提出的这个话是以前是在柏林，我们在柏林进行讨论，能看到的，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支持一些单位，这些单位将会从人们得到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会最后一句，非常感谢大家，也祝贺接下来的会议蛮圆成功，非常感谢所有的参与者的积极参与，也非常感谢继续团队以及所有的人帮助我组织本会议，祝贺大家接下来的会议成功，非常感谢。